非常感谢今仔下晡吼，大家半价来参加咱这次阿要来田佑昌竞选连任咱义消总队的这个后援总会，这嘛是我即摆这个参选连任头一个成立的这个后援会。为什么头一个成立？就是因为咱义消的兄弟姊妹上支持佑昌，上疼惜佑昌，所以我想你这诚意深深的一起叫感谢咱各位义消兄弟姊妹，大家收听，大家到三个，感恩感谢大家，谢谢。这拢卖讲，其实我感觉上重要的是这三年外来的时间，佑昌无辜负着咱所有义消拍分兄弟的这个支持，我们交出了一张漂亮的一个成绩单。古早吼，咱基隆市什么评比吼拢吊车尾。即摆咱基隆市不管你倒一种评比，拢已经进入去前十名。